是我们最新做的，我们最新做的这个Instagram， 所以它是给我们做这个脸啊、手啊、颈部都可以做 whitening 的，它是 anytime anywhere 都可以 whitening 的，还是立刻 whitening 的。OK， 好像男孩子也可以用哦，这个是你。怎么说呢？不用化妆，就好像化了妆那样，擦了过后会很亮哦。OK， 好像阿 Ken 哦，那男孩子不会化妆的嘛，不可能叫他擦 foundation 嘛，这样他就开始擦这个就可以出街，然后又白又亮的。OK， 然后现在你可以看到阿 Ken 的脸是有点暗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可以说，来过来看。哎，不会很美，很仔呀。本来我们擦半张脸看的那个分别哦，那哈，你们要用之前就摇一摇先啦。摇一摇过后，按得出来过后，就是其实是在 after 那个上过过后查的。你 after 上过后，你查了过后，就可以男女生就可以直接查 makeup， 到男生就没有管了，就放着咯。所以过后，好像下午这样啊，出了如果出了汗了，你要再补也可以的。所以还是无时无刻都可以做这个完整性的。OK。可以看到他半张脸，然后很快的，刚才这边比较暗了嘛。